外星到名嘴朱学恒涉嫌强吻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。台北地院去年裁定2月6号起限制出境出海8个月，朱学恒申请解除限制被驳回，他不服，再向台湾高等法院提起抗告，主张他没有逃亡事实。不过高院认为朱学恒涉犯刑法强制猥亵罪，为5年以下徒刑，罪责非轻，而且他是名嘴，有相当能力跟资历在境外生活工作，原裁定并无违误，也无违反比例原则，裁定驳回，抗告确定。